为什么章鱼博士这么受观众的喜欢？当看到他在英雄无归被洗白后，所有影迷都欣喜不已。而他与初代蜘蛛侠时隔20年的对话，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。You're all grown up. How are you? Trying to do better. 原本章鱼博士是一个善良的物理学家，为人类造福是他毕生奋斗的梦想。和温柔体贴的妻子过着幸福的生活，他还耐心教导彼得为人处事。Intelligence is not a privilege, it's a gift.You use it for the good of mankind.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在奥斯本集团的资助下，博士准备利用穿元素进行核聚变测试。为此，他还专门穿上了四只智能机械触手，来协助自己完成实验。起初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，可核聚变的引力太过强大，周围的物体被不断吸了过来，最终悲剧发生，不仅妻子当场去世，就连他一只触手的芯片也被破坏。好在蜘蛛侠及时拔掉电源，才没有让事情进一步恶化。但没有了芯片的压制，智能触手在短时间内产生了自主意识，开始在医院里大开杀戒，甚至还产生了邪恶的意识。从此博士被触手彻底控制，章鱼博士就此诞生。而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重启那个不可能完成的实验。触手先是带着他来到银行抢劫金库，接着他又找到刚在五八同城上找到工作的哈利，拿到了实验关键的穿元素。这次他要制造出规模更大、风险更高的核融合仪器。关键时刻蜘蛛侠赶来，他提醒博士，如果不停止实验，整个纽约都被夷为平地。可博士已经走火入魔，哪里会听蜘蛛侠的话？两人又再次打了起来。大斗中，蜘蛛侠也用电线挡住了攻击，博士被强大的电流击飞，触手也因为进水短路而陷入了瘫痪。他终于清醒了过来，看着自己闯下的大祸，以及面前褪下面具的彼得。It was my dream.Sometimes, to do what's right, we have to be steady and give up the thing we want the most, even our dreams. 博士终于找回了原本的自己。起初的他是想用科学来造福人类，可现在自己却差点毁掉这个世界。为了弥补犯下的过错，他用自己的意志强压住触手，将整个核聚变仪器拖进了大海。最终，章鱼博士和他的梦想一同葬身海底。而在英雄无归中，小蜘蛛利用钢铁侠的科技成功治好了章鱼博士。到了最终决战，当三代蜘蛛侠都被电光人控住即将落败时，是他及时出现，用了一招碟中谍将对方制服。并且当绿魔来袭时，他主动帮素不相识的奇异博士挡下攻击。此刻的他已然成为了一名英雄。而他与初代蜘蛛侠时隔20年的对话更是让人泪目，这是一个长辈对孩子的关心，同样也是说给屏幕前我们的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章鱼博士穿越多元宇宙是在他掐住彼得脖子的那一刻，也就是说即使博士是清醒着回去了，他也会和之前一样做出相同的决定，但章鱼博士却是以英雄的方式落幕。